踏入2011年新蒸头走入人群的报道活动，当然是送福大行动啦。每年都会制作新的百福临门见证光碟，这次就会加上新春花车巡游，将上帝的福气送去你屋企。想話拎呢一個咧，因為我喺加拿大做老人院嘅，咁我可以俾佢睇咯。都送俾微信嘅人啦，因為真係即係我哋自己傳福音都好難啊，有時好難開口嘅。但係有呢啲報道工具咧，對我哋呢啲信徒嚟講咧，其實都係真係好容易可以傳到福音，都係一件好好嘅事咯。喺度祝大家咧，百福臨門。同一時間喺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，亦舉辦咗兩場百福演藝報道會，演藝人鄧瑞文、森美、盧大偉、惠斯、蒋丽萍、徐伟贤、欧阳德芬、蔡立仪，咁多位演艺名人以佢哋满有福乐嘅见证，介绍人同上帝喺新一年建立关系，真系最好嘅贺年礼物。